哈利波特中伏地魔令人闻风丧胆，但这只干邑那个人代称，没想到吴敦义口中国民党内也有那个人。我不讲的那个人是谁啊？谢谢。吴敦义镜头前不讲，接受平面专访时说，蓝营35位立委和那个人的党中央难以沟通，因为那个人的路线让他们害怕。这你要去问副总统啊？就是他嘛。那个他可以讲一下特征是谁吗？讲的当然就是洪主席嘛。吴敦义的立院支持者帮忙公布答案，真有那么恐怖吗？那个人本人被问到，万分尴尬。讲这个国家的那个人，是不是讲的是那个人啊？他讲是党，那个人也是党主席啊，是吧？我不在意这些事情。洪秀柱顾左右而言他，但遭外界戏称的“网内护打秀”，不止这一桩，还有郝龙斌点名吴敦义、黄复兴票源战力薄弱。你觉得在这方面可以？我个人觉得，我对黄复兴的感情，不需要有认同，不需要别人来质疑。大家分头找首要敌人，加上韩国瑜、詹启贤各自表态，咸鱼好无助，要争取认同，选出真正能托付的那个人。 借续说，阿张宇轩、SN小组台报道。12月28日起，中天综合台黄金9点，让爱飞扬。